前面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老大，前面好像被堵住了。老大，要不要我上前看看？看来是出什么事情了，算了，赶紧去看看，金秘书还等着我回去吃海鲜呢。就是你撞的我，你别想跑。妈，你怎么了吗？我说你这人开车怎么不长眼睛，看把我妈撞的。的不是我撞的。别解释了，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不老实，不老实就是欠收拾。哎呀，妖兽了，现在这些年轻人开车不看路，把老太太撞了还不承认，今天你必须赔钱。哎呦，我的胳膊肘啊，哎呦，我的尾巴根啊，疼得我按表走了都。的不是这样的，就是他干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呵呵，做了坏事还想抵赖，没想到这么漂亮的美女也会干出这种事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像是这个小姐姐把这老太太撞了，现在正在要赔偿呢。真的假的？不会是个人吧？老太太，我真没钱，你讹我也讹不到什么的。呵呵，小姑娘，反正我妈就是让你撞的，这可是滨海，我妈那可是头上有通天门的正王级老太太，一个月退休金28000呢，那可是千金之体，老贵重了。就是今天没有800000，别想了这件事，掏钱吧，免得到时候去蹲句子。我的天，800000，我哪来的那么多钱啊？你还不上，你不还有你爸妈吗？卖房子也得给我们尊贵的正黄旗老太太给赔上，不然这事没完。小丫头骗子，我现在哪都不舒服，只有钱能让我马上好起来，你就赶紧的吧。就是就是，赶紧赔钱吧，大伙可都看着呢，别想赖账。我的天，什么金贵老太太敢要800000啊，这身体看着分明比年轻人还好吧。是啊，看来这事有点玄乎。磨磨唧唧的说赔不赔钱。哼，根本就不是我撞的，我不会赔的。哟呵，你个小丫头骗子还敢顶嘴，信不信老子抽你。嗯，小子，你在这跟我玩英雄救美呢，快给我松手。哎呦我去，小子，你居然敢当街行凶殴打他人。不是你让我松手的，松手之后你连站都站不稳，跌在地上怪我咯。就是你贱不贱呢、啊你小子别跟我扯犊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，站出来准备替着你的还债。13，真的是你。嘿嘿，方妹妹，几年不见变得这么漂亮了呀。讨厌，几年不见你嘴巴还是这么厉害，听人说你最近挣大钱了，你一个大老板就得取笑我了。呵呵，原来是个有钱人，你这小情人今天撞了人不赔，我们是不会让他走的，别仗着自己有俩钱就装逼，我告诉你没门。既然你是有钱人，应该比这小丫头素质高点，要不你替她把钱给赔了，咱好歹是正黄旗老太太，贵族公主不会为难你的。就是就是，有钱人别那么磨磨唧唧的，赶紧说公了还是咱们现在在这死了、我惹你个低级，这么嚣张。13，你别听他们说的，我好心帮忙扶他，却被诬陷我没撞他。不是你撞的，你为什么要扶？就是你撞的。对，就是你撞的。对，就是你撞的。特么的，看样子这是典型的团伙作案啊，今天要是不帮忙，我这漂亮的老同学还真是有理说不清啊。没事的，遗体你放心交给我吧。这位兄弟，如果你们认定是他撞的，那我直接在这里给你们钱好了。不过你有 POS 机吗？这么痛快，不愧是大老板，就是牛批呀、啊。不过我刚才可是说了，没有800000下不来。叮叮叮，80万可不够啊！刚刚你还说你是个正黄旗呢，这通天文怎么不得值个100万啊？这100万可是你自己说的数，到时候可别反悔。嘿嘿，这可是100万啊！平常讹5-6个倒霉蛋都不一定能炸出这么多钱来，不愧是大老板。你既然知道我妈是正黄旗皇太后，你这身份赔100万怕是不太够吧？啥？100万还不够？你这是想要多少？我惹你个低级，别得寸进尺。就是，现在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分明是想坑这个小哥哥。我看你们这是有预谋的吧？这么柿子大开口。这可不是你们说的算的，这附近我们都踩过点了，监控死角，死的都能说成我的。哦，那你想要多少啊？哼，我看打不得。300万。我惹你个低级，300万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我丢你个螺丝，你脑子没问题吧？切，才300万，你也太没梦想了。小子，你敢嘲讽我？你不就是想在小情人面前装批吗？知道你有钱，老子这次让你装个够，今天这是500万，少一分都不行。
500万，勉强还行吧。这样吧，你说一下刚才的具体场景，然后自己确认后，我就给你刷卡。真的可以，哈哈，这下发了。不错不错，今天遇到个冤大头，看来咱们今天注定是要起飞了。刚才这位美女开着电瓶车以200码的速度疯狂加速朝我们这里冲来，我妈躲闪不及，被撞出了100多米，估计全身都得瘫痪，所以我要你赔我500万。事情就这么个事情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到天地法院我也这么说。很好，语言生动活泼，表情丰富多彩，观点清晰明确。来吧老铁，刷吧。不对，这也太顺利了吧，简直是白送一样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好事。等等，这是支付宝到账500万元，整卡上余额11111111万元。哇操，真的刷了，我的天，这小哥哥这么有钱。我都500万说给就给。很好，既然钱已经到位了那么接下来该办正事了。嘿嘿，我就知道老大没这么容易吃亏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嘿嘿，所有在场的人听好了，现在我向全网征求证据，凡是能提供刚才这件事情经过真实证据的，一律奖100万。卧槽，火行车记录仪刚才记录了，这老太太刚才早就躺在路边等人撞的，就是个诈骗团伙。我也能证明。既然你们能证明，那我肯定能。我的行车记录仪，卧槽，我的行车记录仪没买。炸啊这！哎呀，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，上当了，上当了。好，证据有了，现在谁抓到人群中一起带节奏的诈骗团伙成员，每人赏50万。卧槽，快跑！妈妈耶，等等我。冲啊，这可是行走的50万啊。嘿嘿，这下轮到了我吧，不能让他们跑了，今年吃肉还是喝汤，就看这一次了。冲啊！混蛋，都给我滚开，不然别怪老子刀剑无眼。我可去你的吧。冲啊！该死的诈骗团伙，不要脸，最恶心的就是你这种骗子了，还敢拿萝卜刀，我踹扁你。救命救命啊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哼，好汉饶命，我投降我投降。特么的，两个废物小子，你知道我流氓的莽是怎么来的吗？今天我就让你付出代价。13，小心。没事。哼，我惹你个DJ小卡拉米，找死。嗨！你是个魔鬼。魔鬼，那不是正好吗？老话说，要用魔鬼对付魔鬼。杀人了，杀人了，老公你没事吧？闭嘴，你个老斑鸠。嘤嘤嘤。13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嘿嘿，一般一般，世界第三，铁柱抱不快吧，让他们去蹲橘子。对了，顺便把老铁们的奖励兑现一下。好的老大。小哥哥你好帅，我要给你生猴子。生几个？生10个，生100个。走吧老同学，好久没见，我请你吃饭，咱们吃海鲜去。你讨厌。柱爷老大还是厉害啊，这也行。